最近常有民众不但施放爆竹烟火，造成损伤之情形。高雄市政府消防局为防止再有遗憾之事发生，特地拍摄微电影宣导短片，让民众更加了解爆竹烟火的危险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欣赏。啊，你不要得啊！啊，最近好无啊？哦，没没。啊，做啥啦嘞？朋友变家。哎，你唔知啦。啊，人金纸店讲要来收泡仔钱、金香钱，讲唔爱互咱欠嘛。啊，你讲看安尼是袂安怎较好啦？哎，唔免烦恼啊！过几工啊，这公司，吼、哦，咱就放贴啊，互信徒，互信徒参拜，叫来迄个寄付，安尼寺庙就有钱啊。哦，咱来放炮放较济，互闹热，信徒看讲炮啊济就旺。因许嘛较创维，对，用我较闹热嘞，安尼就收益嘛，是是是，系啊，哦，安尼烦恼，免烦恼，照你来做好哦。哎，注意，哎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真久无看诶！哦，啊，最近好无？啊，未歹啦，啊，就是讲庙较善，较无钱啊。安尼哦，庙里敢有要放烟火？哦，诶，有哦，当然嘛有。哦哦哦，无放烟火就未闹热。安尼哦，即个时阵来选，爱甲你介绍一下。好好好，这是。即阮个宣导单啦，啊，甲恁讲，嘿，啊，恁咱进高雄市政府规定啦，暗时十点到六点是袂使放烟火，应该咱爱对时代落去行。你看，你放烟火，佮造成人个空气声音差，啊，佮会迄落，佮造成咱环境个污染。就说恁相对讲，阮会听啦，阮会注意安全啦。你放心啦，放心啦，会啦，会啦，注意啦，注意啦，注意吼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。嘿，喂，你好，嘿，你好，嘿，嘿，哦，你是放炮的阿杰啦，哦哦，啊，什么代志？你是讲真诶，讲假？啊，到底情形是安怎？你毋着讲互详细，无你安尼，我即马较会知影到底啥物情形啦。哦，烧两三间厝，啊，搁有两个伤亡，搁几个送病院。啊，恁当初是毋是讲恁放这拢无问题？你毋是讲恁是专业诶？啊，咱即马咱庙是要安怎？咱是陪人会去呢啦，啊？注意啊！注意啊！注意啊！你照着本师傅的指示，自家放炮啊，造成伤亡，危害着百姓性命、财产安全，你真正太不应该了。地主知影唔对啦，地主不应该啦，啊，求助啊吼，去倒去甲地主斗三公啊。这个接受本大师替你化解，啊，毋过以后的做法，你嘛是要家己承担。了解无？地主了解啊，地主唔对啦，地主也不敢放炮啊。哎，注意！哎哎哎哎，小姐你好你好你好，啊，小姐你好你好你好，啊。啊，主委嘛是爱甲你讲一下，因为你安尼放炮放伤济啊啦，搁危害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啦。依照我们的《高雄市爆竹烟火事管制自治条例》的第四条及第五条规定，你已经违法了。啊，阮进前甲你宣导过啊嘛，甲你劝导过啊，吓嘛是爱开罚单啦，歹势啦。哦，这爱罚钱哦。爱咯，吓啊，你爱伤着人。我若是故意的，我会当卖发无，我老爸唔敢啦，但阮袂唔敢去放烟火啊。即届啊，就是予你一个警惕啊，哦，以后唔通去放啊。啊，还你个证件。哎呦，证件只只证件只。吓，写一下资料。真麻烦，你真麻烦，抢修者。爆竹烟火燃放时，选择远离易燃物。释放烟火要三思，酿灾失火徒伤悲。释放烟火危险悬，注意安全最重要。爆竹烟火放得早，生命财产灭烦恼。看完今天的宣导短片，你都清楚了吗？我是郑宇怀主播，谢谢您今天的收看，再会。